baby 干什么？嗯，你又干啥？我半天没看着你呢，想你了。你是不是？话说的好像你能办似的。你瞧不起谁呢你？你大事办不了，小事不办。Oh, no. 你就说你来干啥就完了。把你脸上都要褶了，看我妈自己溜光的，也不管你。等着我长大了，我让你变年轻。嗯，好。好。乖不乖？乖。那你听不听？听话。你快给我买巧克力。我哪有钱呢 ？Oh no！ 看着我妈给你钱了，你干啥了？前天给你买零食就花了100多，我这喵喵记账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你要开学了，我得给你买个新书包吧？你看看我这收支明细，这个月光给你买零食就花了好几百了，我还哪有钱了？你替我买俩棒棒糖啊？啊？你拿我不识数，我告诉我妈。哎，我给你巧克力两个棒放哪？行行行。啥时候安排？那怎么的？那还得马上啊。妈。